说你不会跟他离婚的，你找什么人不行，找个糟老头子。我们俩住酒店的时候，你说你轻易出去让我等你的，抛夫弃子离家出走，还不是为钱吗？那咱俩离婚。离婚！好，离，明天就离。我想要重新开始，这将是我人生第二次的企业成功之上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。